他们在吃饭。这只咖啡色的，它后面好漂亮。后面好漂亮。你看它，它棒的晒晒。很翘，一点点白白的。马本来身体就长这样，那么漂亮。你看它的脚，弟弟，你看它的脚趾头后面还有放那个铁块。嗯，脚趾头最下面那里有吗？嗯，马蹄铁。马蹄。马蹄没有，特别给它钉在它的脚上。马的指甲就长那样啊，他们用指甲走路的、欸。因为很大块，有没有？然后保护它的脚底啊。嗯。懂吗？保护它的脚底。他很老了吗？好大只，他比你还高哎、欸。嗯，这搞不好是这户人家，这户人家养的。看看要不要他给你摸摸看？不敢。你拿草给他吃，他可能会吃哦。